好，我们在这方印拓里面，你可以看到有一些印泥非常明显的累积的情况哈。那我们主要就是要把这些地方剔除，然后回到比较干净、比较清晰的字口。我所做的顺序，第一个是先把里面累积的印泥先用牙签剔除干净，然后用清洁剂洗干净。洗干净之后，我们看看它的效果如何。然后最后我再针对印身再恢复石头的光泽，然后就可以完成整个印章修复的工作了。由于这长期的使用，所以在字口里面常常有很多堆积的印泥，那我们就把这个印泥稍微剔除一下，让下一次再盖的时候它的字口会清楚。当然在剔除的工具上面，我们必须要选择比较软一点的。那因为印石一般的硬度都不是太高，如果我们用太坚硬的东西去剔它，可能就会影响到原来篆刻家原有的作品，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小心一点。多半这些印泥都会累积在笔画跟笔画交接的地方，还有就是平行线比较多的地方，这些都是比较容易蓄积印泥的地方。篆刻之所以好玩的地方，就是毕竟篆刻家刻出来的作品使用的人是书画家，所以他们在对于同一个印拓的喜好恐怕不会一致。我们最终还是还原到篆刻家当时希望呈现的样子，这是我们在修理这个印章的大原则。在我剔除印泥之后，我的做法是用洗脸的清洁剂或者是牙膏，不要用太过于强烈的清洁剂，但会损伤到石头，然后就用牙刷轻轻的刷洗，那可以沾一点水，这个绝对要轻，慢慢把后面的印泥，把长期累积的印泥刷洗干净。那笔画因为有不同的纵向、横向或者是转弯的地方，所以我们因着这个角度稍微加强一下，就可以彻底的把这个印章清理干净。好，接着我们就把这个刷下来的地方擦干净，其实就可以看到印章原有的样貌。那其次就是在长期使用之后，印章的旁边会累积一些没有擦干净的印泥，我想这些都可以在这个时候顺便把它弄干净。清洗印石的原则就是不要用清洁力太过于强的媒材，如果这些东西影响到原来这个石头的光泽，那我们保存这个文物上面的任务可能就失败了一大半。那在不影响这个印拓的原始样貌之下，我们尽量把这个石头保持它原来的样子。好，那依照我的习惯，我会希望把石头周边的一些杂质抛掉，所以我会用抛光块将石头打磨一下。我们并不试图把这个石头上面的一些使用上的刮痕去除，我们只是把一些脏东西去掉，所以我们仔细看的时候，你还是可以看到艺术家在长期使用的时候中间的一些不小心的小刮痕，我想这些都是历史的痕迹，我们不必要完全把它抹除。国共分开之后，然后国民党政府呢来到了台湾，当然也就带了很多的这种文化精英来到台湾。
相对的也就把比较传统的这些书画印艺术呢带到台湾来。这个当时就是嵇康跟这些篆刻家彼此互相都有交流。你看像吴平刻的，因为他当时是在大陆的时候，他是受到了这种邓赏木的影响，他也跟邓赏木做了一些书信的一个请教往来啊，所以说确实他的印章以目前来看呢，他是最接近这种邓赏木的印风的。那其他像陶硕伯他是跟着这个跟着赵叔孺来写的，所以说他刻的就是比较的一个严谨的比较工整的一个风格出来。假如说比较有交情的话，通常还是会比如说王壮伟帮他刻的，他会写林护兄以佛以作画印，这一切为心造嘛，可能嵇康他比较对佛教有兴趣嘛，那 用这个印这个句子来请王壮伟让他刻，那王壮伟呢会在他的编款里面注明了这个印章来龙去脉，是因为这个嵇康先生林护兄以佛以作画印，壮伟为之，那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是比较有互动的。所以这个渡海来台这些包括嵇康吴平啊这些人都对台湾的这些书画印有很大的一个传承影响的。